以前在家打电脑、看漫画，曾经在自己小小的一片天地的时候，大家都笑我宅，尤其是对我造型打扮这样、这样，有更多的疑问。拜托，这样舒适的造型就是宅吗？现在我透过电竞比赛与世界接轨，真的要说造型打扮的话，我还是有研究的。我觉得应该叫我低调型男，因为我的帅不会让你轻易就看到。身为一个职业电竞选手，平常除了钻研战术攻略之外，还有就是出场时一定要震撼全场，配备一定要摔到分手。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帅到骨子里。我帅到骨子里的原因就是他 Spectrix DCE RGB DDR4 电竞记忆体。 RGB 渐层换光， APP 控制色彩随心所欲，放纵你内心的 DJ 魂。3200Hz 高速10麦可轻松超频，喜爱挑战性能极限的超频高手，你怎么能错过 XP 聚合闪电狼联名款。除了导光注印上闪电狼 Flash Wolves 文字，还有铁灰色的散热片，配上闪电狼战队 logo， 成为整体的亮点。哥的低调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的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从选购电竞配备开始，成为狼系低调型男。